すごい。沙画和三个钟的沙画，那就有贴纸一号和贴纸二号，四支铅笔，一个纸胶带，两个笔芯，四个本子，然后呢，四个橡皮擦。那这个和衣服总共有四个，然后沙瓜画有七个，封面是这个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做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放礼物。这个，等一下我来摆。你给我礼物。起来，起来，预备，来后面点，预备，三二一 ，Go！ 会不会都，然后还都撞在笔芯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来。这边没有事的就不要打开了。为什么他跑呢？这胶水不够。嗯，胶水不够多。没关系。就这点事吧。不用，不用。
有没有？你用胶水是不够多的，又没关系，对不对？还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没涂。来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我没有涂。有掉出来吗？没有。没有哈，粘了，粘了，不用管它了。就是哪边没有做好，下次把它改进就好，知道？你们以后就会自己越做越好了。好。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影片哦。那下次见，拜。